點解會一頂頂紅色嘅？哦，唔小心可能瞓覺時有少少刮瘀咗，你唔知可能拗紅咗。刮瘀咗你瞓釘牀？你唔係瞓釘牀啊？唔係，可能瞓覺嗰陣時咪皮膚比較白，好容易就會拗紅咗。哦，即係瞓覺時拗紅咗啊？係啊係啊，可能少少咯，係啊。因為好多女仔都其實都有少少敏感，我前嗰排都有嘅。點急救下？走啊！点都整得佢啊！冇啊，冇急救啊！即系咪越做越红咯？系越做越红先知道一大笪。我真系好瘦。系啊，点解你瘦到咁嘅可以？我系有瘦到嘅，但系你特登去减定系点咧？其实我冇特登减噶。我哋本身就系咁瘦噶啦。唔系，因为本身系肥少少啦，但系我通常我之前食量真系太大啦、嗯，我只要减少个宵夜，其实就可以瘦到落嚟。系、哦、啊，系啊。几多磅？我而家系我今朝磅系45.5 kg 咯。45.5 kg 啊？系啦。轻咗几多啊？即系参算到。我由49变到咁样咯。49变到。系啊，但系只要系唔食宵夜，夜晚食少啲就 OK 噶啦。系咪？讲咁样咯，真系。因为我之前食宵夜嘅量咧系真系好多嘅，我可以一个人食两个鸡饭再加只鸡嘅，咁两个鸡饭加只鸡，两个两碗鸡饭，即系之前就。即係嗰啲雞係童子雞，即係死係啦。嚇死我！油雞添。唔係油雞，唔係油雞，呢個太恐怖啦！太恐怖了。